睡觉。逛街。嗯。看书。学化妆。玩一下我自己的篮球啊。画画，还有去做一些烘焙啊。嗯，游泳吧。我挺想去把游泳学会的，对。喜欢看看球，踢球。去学一些，比如说那个禽类啊。像我的话，可能是比较喜欢到处走走吧。你说还是我说？你讲。我觉得他应该是最喜欢就是去旅行。最近是喜欢游乐场吧？游乐场去玩玩。你告诉姐姐，如果给你60分钟，你最想做什么呀？回家。爸爸妈妈陪我玩捉迷藏、画画。爸爸陪妹妹，妈妈和我一起画。我希望我一家人带我们去玩游戏。我喜欢拍球。爸爸，手机不要看太多。爸爸的天天周末老师加班。我喜欢爸爸妈妈。爸爸妈妈，我希望永远跟你们在一起。谢谢妈妈。看完之后其实也真的，我觉得挺感动的。给他玩的时间太少，父母陪伴是第一位的。其实有些时候陪伴可能会更重要一点，而不是说单纯的给他一些更好的一些东西。其实大人就是总觉得把最好的给他，就是可能他没有想到自己才是最好的。